好記得喺 casting 嘅時候，迪爾大有講過話，好識得太識得表演啦個樣，即係太識得表演，冇咗內在嗰樣嘢。咁我覺得今 round 又可以俾我做到想做嘅主題之餘，我又可以突破我自己喺內心跳出嚟嗰種感覺咯。好啦，嘉文，系嗱，喘好氣啦。咁啊，問下成個構思個主題係乜嘢？其實咧，我呢個主題咧，我一直都好想做。我有同事話好耐之前都有傾過啊，我想不如攞呢個做鬼啊咁樣。唔係，因為我本身個樣係有啲似嘅，鬼火咁靚啊！跟住咧，咁因為我一直都有同佢講啊，我好想做呢個主題，但係如果拍片嘅話咧，我覺得營造唔到嗰種感覺啊。嗯，喺舞台嗰度揮出嚟啦。咁所以我就好想喺個舞台度展現啦。咁啱今次就有呢個機會啦，好開心。Cindy Wong， 你又覺得中唔中意呢個表演呢？其實中意嘅，因為玩古裝係好大膽嘅，喺個頭中尾段都分配得好嘅，我覺得時間啊、音樂啊、節奏都配合得好。